你慢慢吃吧，我先下去了。哎呀，我天呐！然后这是剩下的这几块肉啊，然后这些就喂那四只狗了。不过我也得想个办法区别一下啊，这个也。啥叫想个办法区别一下呢？就是要把笨笨给搞出来，对不对？笨笨在里面，哎呀，我始终脑子里面有点拿不住啊，hold 不住啊，我感觉这个场面，只要把笨笨先搞出来，接下来吃饭就比较公平公正一点了嘛，就是这样啊，先把笨笨搞出来啊。来，笨笨，笨笨笨笨，好，来，笨笨，你出来，笨笨出来，好嘞，来握手，好，好，来，笨笨，好，吃饭，过来，回去，好，过来，笨笨，我叫他俩回去了，出不出去啊？给笨笨拿两块吧，哎，随便挑两块就行了。随便挑两块吧，这个是笨笨，这是你嘞，知道吧？这是你的，知道吧？开心吗？幸福啊？伤心吗？难过吗？我估计你也不伤心不难过。你在这儿吃好吧？你在这儿，你在那儿吃吧，那儿有太阳。去吧，去吧，赶快喂那几只狗。我操！我要赶快进去。趁笨笨没吃完，赶快进来喂这些。来，回去，回去，你就跟那儿待着吧。小花，那小花又犯傻了。小花，哎。扔在地上有他不敢吃，他估计是看我说这个笨笨了。你搁那待住，要不然还给你赏哨脱了呀！真省事儿，赏哨是真省事儿。我是真不想搁那给你费那劲儿，我要先进去。这场面就搞得有点尴尬了。这场面，我这说笨笨的，他俩以为在说他俩，这个肉都不吃了。那小花，你不知是精也不知道是啥。反正是不能让笨笨进来就对了。这是给你的，这都是给你的，吃吧。吃吧，小花，来握手，来过来过来，小花，好嘞，啊，来，好嘞，握手，好，吃吧。吃吧吃吧吃吧，哎呀，我真是头疼。这个狗，我就说它不像狗，它太像人了，知道吗？你看那个怼开，在里面怼开呀。这个狗子，我一说笨笨，它以为在说它的，赶快就不吃了，对吧？意思是，哎呀，我没犯错，就是那种感觉，对吧？嗯。呀，你咋不吃啊，大仙儿？你搁这干啥嘞？表演杂技嘞？还，呀，把他关在外面，他还不吃了。我把这个关起来，不让他进来，看到没？他还不吃了，哎，骨头都不吃了，看到没？肉都不吃了，看到没？哎，我真的是醉了。你挑衅我进来干啥嘞？你进来那外头吃，那不是一样吃，是不是？有啥区别啊？你给我说。真是的，这个小花这个狗啊，我感觉它就是，哎，这种狗太聪明，就有点自作聪明了，知道吗？他妈的，我说笨笨的，对不对？他妈的，他以为在说他，就躲起来了，他就躲起来，显得楚楚可怜。所以说，有的时候人也不能学得太聪明，太聪明就容易。对吧？容易在关键时刻掉链子。你看，现在关键时刻，小黑怼开呀，对不对？
这是小贝也怼开呀、啊，对吧？小贝吃的多香啊，是不是？嗯，看到没？这家伙也想回来，你回来干啥嘞？我都有点烦你了，你知不知道？回来吧，回来吧，回来吧，回来。你回来吃啥？你吃出啥了？你回来吃狗粮吧。哎，吃狗粮吧，回来。吃我饭一点都不安生，这不是肉，来哥们，这不是肉，我都怀疑那笨笨是不是心臭了，给给给，是不是杀了你笨笨？哎，那小黑在里面怼开呀，还在呜呜叫，嗯，那笨笨也算老实了，还好。我听大家的，把笨笨关在外面吃饭这个方法完全行不通，就完全行不通，好吧？就哎，笨笨也不吃，就一直想进去嘛。然后说笨笨几句，那小花以为在说他的，他也不吃了，真的是，哎呀，我的天！所以这狗啊，不能太聪明啊，养狗千万不能养像小花和笨笨这么聪明的狗，太聪明了。这里还有一块肉啊，丢进去吧。真的是，唉，不过还好啊，这个笨笨进去也没捣乱啊，没有捣乱啊，挺好的，就自己在那儿吃嘛。这儿还有一块笨笨的肉，不是笨笨的肉，呵呵，这还有一块肉啊，不是笨笨的肉。好嘞，哎呀，小花，你着火，咦，我说他不吃，他也给里头对开，我靠，着火醒了，给，来，小花。看见没？你说他杀，他不杀，人家小黑不杀，是不是？吃吧，都对开啊、小黑也是对开，嗯，咦，我的天啊，你都不会叼走，我操，你真叫我当你的佣人了？哎，吃吧，吃吧，吃吧，那啥不会分开吃？其实那一块是笨笨的，但是那个小黑在那儿对开呀、啊，小黑这家伙还是能够。该出手时就出手啊，还是比较厉害的。哎，还是让他们在这里吃吧，真的不折腾了，这折腾来折腾去，折腾的我心累。哎呀，吃个饭这么闹腾干嘛？是不是？看着火堆了，我靠，快堆完了，我靠。嗯，可以可以可以。我希望大家能够理解，就是我把这个肉放在这个小贝的窝里面嘛，因为它的身体的原因嘛，对不对？对吧，就坐月子嘛，对吧，就还是放窝里面嘛，对吧，到时候过段时间把它的毛毯给它换一下嘛，就是这样，还是希望大家能够理解，不要喷，谢谢。然后顺便把他们的那个骨头汤啊，给他们倒到他们这个碗里面让他们喝吧。哎呀，这里还有这么多骨头汤呢，给他们倒进去。这个是给小贝的。哎呀，两满满的两大盆子，就是这样。嗯，喝吧，有稍微有点热，晚点再喝吧。那边有水哦，这刚好了，分工明确啊。小黑可以啊，今儿表现的。啊，小黑吃了几块啊？至少吃了三块，我跟你说，小黑，我这条看着你嘞，我给你数着嘞，你至少吃了三块。小花吃一块，笨笨吃了一块。小贝吃了三块，笨笨，你不会喝我去，你非得喝着，真是。然后锅里全部没有了，哎呦！然后这些全部都给他们分完了啊。小贝吃了三块，然后楼上毛豆吃了两块，小黑吃了三块，然后笨笨吃了一块，小花吃了一块啊。这一次这个小花和笨笨为什么他们只吃了一块呢，对吧？不是我分不均匀，大家也看到了，主要就是，对吧，这个他们自作聪明啊，以为对吧，笨笨，对吧，我在说笨笨，对吧，然后小花以为在说他，所以他不敢吃啊，他吃的慢了一步啊，就是这样啊。所以的话这个就这样吧，对吧，这次就让小黑占了点便宜嘛，对吧。估计这里面的肉我这一看根本就不经分呢，我这一看我估计买的这20多斤给我奶送过去之后估计也就是10多斤了吧，然后估计也就是吃个几顿我估计就没有了。
第一次发现这个东西好奢侈啊，这个羊羔真的是不容易啊，说实话真的不容易啊，我去，我到现在还没吃饭呢。啊，太傻了，太傻了！我穿这么厚，今天20度，今天天气预报20度，太热了，啊！但是如果只穿这个又有点太冷了，哎呀，就是这样，楼上楼下都给他们喂好了，他们都吃到饱饱的啊！哎呀，主要这个肉这个东西啊，只要是那个对吧，有油腻的东西对吧，人就容易吃饱嘛，对吧？就不会饿了嘛。等到再晚一点再给他们吃饭嘛，对吧？吃晚饭了，接下来就是。啊，行，今天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。我这个大厨也要休息一下了，喝点水，想想自己吃点啥。哎呀，没有，最后分到最后没有一块分给自己，他妈10块没有11块，要有11块就刚好了，对不对？拜拜。然后笨笨也吃饱喝足了，那笨笨真可恶啊！过去把那里面的汤全部喝完了，真可恶，这家伙，嗯。今天就是犯了一个错误，今天上午不应该把他们放出去的，因为今天有庙会嘛，那个外面人比较多，今天上午我没想到这一点，我现在想了想真的有点后怕，真的是今天不放他们出去了，就在这里晒晒太阳吃吃饭多舒服，对不对？让小贝在那里面吧，休息吧，多休养一下。